This is Wolf Media's rallying cry,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. You're watching Wolf Media, the call of the world. Follow Wolf Media, come to the free land. 那为什么要采用回报的抗争？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用理性的分析，要暴力本身是统治者的优势，因为统治者他用自私的暴力，他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军备，或者警察的那种所谓的政报用具，啊，对一般老百姓你是买不到的。那你手无寸铁，或你拿石头、拿木棍，你用这样能够对付他们吗？那你从这样来想，那不是我们优点啊，不是我们优势。但是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武装，那你一个没有武装的去对付有武装的，你还用暴力，那你怎么成功？所以用这种理性判断的话，你就不可能不要想用财力采取用暴力能够达到目标。从这里是从这样的理由来谈说用非暴力，你最危险的就是用非暴力了。那非暴力还有一个可以让人民支持的，就是你用非暴力，就是要讲道，要讲那个道德。非暴力它的力量就来自于你相信的公平正义，而这个公平正义，也就是我们相对的所谓的真理，啊，这是人类可以有共通的价值。你就要站在这里，你就有力量。那非暴力，你才能够号召更多的民众的支持。那你用暴力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民众敢了吗？所以你人支持你的人不会很多。所以只有用非暴力，能够开始有正面的宣传，而且是很正向的。那非暴力有一个好处，社会的破坏最低，恢复最快。但是非暴力的力量，也因为它展现的让统治者他拥有武器是无用武之地，啊，所以任何非暴力抗争的国家，不管威权国家，不管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，他们都经历过，他后来他们成功的都是用非暴力的。非常少用暴力成功的例子。那我非暴力抗争从演进来看，我们大卫索罗就是在1849年的时候，大卫索罗他从政府为什么要发动战争，哦，打墨西哥打战，到墨西哥打战，然后呢，他对原住民的迫害，他认为我缴税不是要你打仗的，所以他拒绝缴税，开始我愿意被关。那所以愿意被关不缴税是一种公民不合作的抗争。大卫索罗他后来他出狱之后，讲到谁有公民不合作论，他谁小手册就写着。甘地也受他有影响，但是甘地真正的是受他自己宗教的影响比较多。大卫索罗那个又是补充，他认为，那个公民不合作其实是。大卫所提供了一些好的例子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好甘地的，在印度的奴隶运动也是用非暴力的。我们看到黑人的民权运动，还有反越战，还有那个翁山书记，这些都是非暴力的。那后来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茉莉花运动、茉莉花革命，其实全世界许多重大的改变，我们看到历史上在1945年之后都很成功的用非暴力真的达到目标了。